其实在教育，我敢说马华是做得最好。1969年，我们当时的前辈已经创办了拉曼学院，到今天拉曼学院栽培了160千的优秀生。最近我们跟高等教育部讨论，我们告诉高等教育部长是时候了，我们要提升拉曼学院成为拉曼大学学院。今天拉曼大学跟拉曼学院两间由我党所创办的，要照顾45000个学生。我们可以问行动党，你对高等教育做出什么？除了发文告，除了骂人，除此之外，甚至拉曼学院也栽培了很多反对党的领袖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讲他的名字啊，多几天我们会一个一个把它念出来，因为他们想我们对